这咱家一想起来，这牙就觉得酸倒了啊！哎呀，洛阳这个鬼地方比起西凉来那是热多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夏天还没到嘛，这就把人热死了。孟德啊，哎，我到里边去卧一会儿啊。哎，留神相公。相国，相国，禀相国，在下近日得到一件无价之宝——七星刀。臣想，如此绝品，臣怎配使用？臣知道相国酷爱兵器，诺。臣想把它敬献给相国。哦，拿来我瞧瞧。这是一把普通的刀吗？平凡之至，怎么能说是绝品呢？相国可否借刀一用？我的天哪！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刀啊！绝了！这真叫一个绝呀！如此宝物何人配用？唯有像相国这样的圣主明君才可配此宝物啊！孟德呀，你对咱家真是一片忠诚，咱家在这儿谢你了。相国厚恩，臣只恨无以为报。等等，吕将军，何为？孟德，莫非你忘了，相国让我送你一批坐骑。啊！你看看此马如何？它可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一匹西凉汗血马，可日行800里。
此马如此雄俊，让我骑岂不可惜了？孟德兄言过了，宝马配英雄嘛。在下可否一试？请。孟德兄啊，此马姓烈，若想让他俯首听命，非得要有一身英雄气不可。你何不报贺一声试试？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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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义父。奉先，看见曹操了吗？刚才在府门外相遇了，末将奉命把一匹骏马交给了他。他急忙上马试骑，狂奔不止呢。哎，奉先呐，曹操刚才送给咱家一件宝刀啊，看，此物真乃是天下绝品呐，削铁如泥。方才就这么一刀下去，你看着没有，这铜镜就被剖为两半了。这刀啊真是绝品，绝品。义父，末将可否瞧瞧此刀？宝刀，宝刀啊。曹操说他叫七星刀。七星刀。嗯。义父，末将听说司徒王云府里也有一把世代相传的七星刀，会不会就是这把刀呢？王云。哎，曹操刚才说过呀，王允寿诞时曹操前去拜寿，被王允从府上给赶出来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送他这个传家之宝呢？不好，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。义父，你别多疑了。多疑，这年头就是多疑才救了咱家的性命。只要刺客一靠近，咱家就能闻出味儿。我想起来，方才曹操举止慌乱，献刀的时候手都有一些发抖。还有，他既然是诚心献刀给我，为什么不在刚见面的时候把刀献给咱家呢？非要等咱家在这打瞌睡的时候他才拔刀呈现呢？要不是这铜镜中闪出刀光，被咱家大喝了一声，说不定这刀就插进咱家的后背心了。曹操是被咱家喝破了形状才假意献刀。哼，来人。相国，立刻传曹操来见我。诺。哼，驾！驾！驾！来者何人？快快下马验官。我是骁骑校尉曹操，相国差我有紧急差事，快让开。出示铜牌，让末将瞧瞧。时间紧迫，如果误了相国的差事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快让开！驾！报！禀相国，刚才有使者奉相国急命闯出东门，末将想请示相国，可曾派出使者？那厮是谁？那人自称是骁骑校尉曹操。他是刺客，是贼子。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。立刻传命，抽派五千甲士出城搜捕曹操。遵命。义父，末将请命，亲自率领铁骑追捕曹操。奉先啊，你挺喜欢这把七星刀是吗？末将怎敢？我是问你喜不喜欢，不是问你敢不敢。直说，喜欢不喜欢？末将
喜欢，那他就是你的了。不过咱家有一个要求，你要亲自用这把七星刀割下曹操的首级。遵命。Oh,
一